吃饭，今天吃豆腐菜。那个豆腐菜好好吃。八爪鱼，来半块麻辣霉豆腐，下饭吃。农家手工霉豆腐发三瓶。夏天麻辣霉豆腐下粥也好好吃。
无骨鸡爪，这是我们四川的无骨鸡爪。我吃的是川香红油，红油好好吃，这个味道我们这个四川鸡爪是给姐妹们开的活动价，买一斤送一斤，一斤就是一包，然后34.9到手两斤，在我们线下的话单单带骨头鸡爪子都要30块钱一斤，这个是做的一个活动，姐妹们可以去试试我们四川鸡爪。主推还是喜欢吃辣的，主推川香红油，川香红油我喜欢吃。我们市场上的鸡爪子真的是比较贵，它这个配料表还干净，好吃。丸子是不是鸡爪？呀。吃不吃？高兴呗。你吃不吃嘛？那。什么呢？吃不吃？有点辣。不吃不吃。王子瑞过来跪，给姐姐阿姨奶奶打个招呼啊，说话噻。嘿，喊你说话。嗯，说噻。嗯，姐姐奶奶阿姨，大家好，小王子瑞，你睡不睡？睡不睡？快走。嗯，抓起来。拜拜。拜拜。